好的，今天要做一个我频道最大的企划，因为我妹平常就是比较内向，跟我一样，跟你不一样。反正今天呢，就是我跟她讲今天要拍影片，但她不知道拍什么，所以我今天就特别从台湾各地召集了很多优秀的男生。我刚刚本人真的是只有一个不太行哎，哪一个？我认真的。对，我还没讲今天要干嘛，今天就是要帮我妹介绍男朋友。那个时候不帮我介绍，你不是有啊？没有。我。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男朋友，但没关系，就先帮他介绍一下。而且他完全不知道你要拍这个。他完全不知道。他大概就是打我的。大家记得一定要把影片看完。好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请我妹出场。他给我不开，他一个哥哥来烦你了。对啊，先打电话看。我们先坐在那沙发，因为我看你平常就是在家里蛮无聊的，今天就是要帮你介绍男朋友。先不管你有没有男朋友，反正多一个男朋友也没关系。好啊。好，然后我今天就是特别从台湾挑选几个比较知名，然后比较好看的男生。有比你帅吗？是没有比我帅。那你有没有心目中理想的性？很好笑就好。很好笑，那佩玉这种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哭我。反正有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在最后做出决定。决定。就可以真的跟他们交往。可以真的跟他们交往。然后，假如都不喜欢也可以，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。那也要看他们喜不喜欢。你不用管他们喜不喜欢你，因为他们是每个女生，他们都可以。太随便了。现在要请他们出场。男模们吗？男模们。期待吗？那请他出来。男模。台后妹，你好，我是四四。他要跟我提过你吗？没有。对，我要来跟你初步认识一下。对，我今年29岁，然后双鱼座，平常就很喜欢唱歌，然后喜欢跳舞。你今天怎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个男友甄选呢？被你 Q 来啊。他兴趣是跟男生接吻，你可以接受？但是这样子有好处，就是你会跟很多男生有间接接吻。你这么花心啊？那我肯定没办法。好，第二位男模出场。嗨，加油你！他感觉很开心哎，这个反应差很多。感觉每期都会参加。什么叫每期都会参加？我真的很渣哎。因为我没说每一期看到你，是因为他看过你去参加基础型男友甄选。想到这个，其实就得知有这个与你相见的这个甄选之后，我就把基础性给甩了。所以我今天其实就是已经没有后路了，没有退路了，所以我真的是带着很大的决心来参加这个比赛的，希望可以一睹然后妹妹的风采。有看到脱衣服的样子吗？那你可以自我介绍。好，我的名字叫三号，然后我的星座是金牛座，兴趣是跳舞还有唱歌。三号其实出了名的是对女朋友好，还不是你爱的。欢迎第三位男模。你好，我是李佳翰，然后今年28岁，然后我姓是摩，我是星座是摩羯座，然后我的兴趣是唱歌、运动，然后还有跳舞。那今天怎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个甄选？因为这次受到凯浩的邀请，又一个不会讲话的。哎，这是想要来签个音乐先看看。对，因为今天是真的有可能会跟我们一起很认真，这次蛮认真。所以刚刚他们耍完嘴皮子，你现在可以看他们才艺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先请第一位男模，一号男模。先表演一段舞蹈。好，对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
帅，一毛露出来了，来了，摸了，哎，咦，哦，累死了。真的用力了，怎么样？肌肉很大。你喜欢肌肉大的？嗯，还好。好，换我。我今天要带来的是一个舞蹈表演。那这个表演呢，其实对我跟徐涛的意义都很重大，都是我们的第一次。那我觉得送给你也是很合适的。好，那就带来这段表演。然后就跳这一首好了，很 low 哎！这首完全加分哎，超烦！是你妹要跟他在，可是你……哎呦！哇！哎呦！怎么跳？哇！真假的？那你哥哥不知道牵过多少女生？向你哥学习一下。我今天要带来的是清唱歌曲，那我唱一段来送给妹妹。喜欢你，就是好喜欢你，每一天都想对你玩着恋爱的游戏。You're my baby，Can you answer me？坐上我的时光机，一起到未来旅行。Just tell me, baby。哦，好强哦！之前不是有跟我一起 cover， 我们一起唱周星哲。那你站在旁边唱一下。让他有对比，所以并且凸显他的好。啊，对，这样可以凸显他好。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太努力的我们，最后用力给祝福。怎么看你笑着，我却心如刀割？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，怎么会心有缺口，无天有幸福？太努力的我们，最后用力给祝福，祝福我最爱的，遇见更爱你的飞翔车。亲个，亲个，对，先亲，先亲。现在是加分题时间，约胖就是刚刚才艺表演有人没有表演好，给他们有加分题的时间。我觉得他们都表演得很好，就是嘟嘟和他们的歌不太好。那一段是最好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来唱段歌。哇，这是献给你的，这样。好，来喽。拜托别烦我。闯进我的生活，原本平凡的我瞬间变 colorful， 拜托别烦我，闯进我的生活，嘴巴说 leave me alone， 其实珍惜每分钟与你。你的专场本来不是唱歌，因为我妹她是喜欢比较刺激。好，那我就脱上衣服。哇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哇哇哇！脱太黑了吧？哎呀，这种身材你可以吗？老实说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吗？你要摸吗？就有点亲密的 touch。哎呀！哎呀！你站在旁边摸。你站在旁边。我觉得可以这样子。怎么样？来，放上来。Yeah. 好，谢谢你。OK。好，开始了吗？好，来把手放上。
我觉得今天我们都表现很多动态的，那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。那我觉得表现一些内在的东西，我今天带来了一个我小产品，贴心耳钉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我特地买的掏耳棒，我可以帮你看掏耳朵。但我觉得啦，因为今天我们才初次见面，那我就这样直接把东西伸到你的身体里面，有点不太好。满嘴谎言。所以我觉得今天呢，你在旁边看，我掏你哥的耳朵就好了。哎，我这样超好的，这样合理吗？这样合理吗？这是我温柔的一面，然后我帮你亲耳朵，够对不对？来，这不真的太方便。坐下，你不要被挖过耳朵，对，就这样吗？对。你今天是一个小台灯的角色。你虽然作为一个小台灯角色，你还要注意我温柔的一面，好吗？做对。舒服吗？舒服。可以了。帅吗？OK。感觉他没交粉，算了。我今天要带来的加分题是一个小小的魔术，是走比较那种心电感应的部分。检查一下，这个扑克牌是没有任何机关，没有任何机关，没有瑕疵。OK， 你先洗牌，直接从这个里面你选一张出来。然后你们先看，我先不看。OK， 好了吗 ？OK， 好，给我这一张，我稍微确认一下，这一张是方块吧？啊，我有。是吗？我知道。方块吧，我要变我第二个魔术了。哎、欸，蛮厉害的。一样，你先抽一张起来，随便抽一张。好，一样给大家看好。OK， 好。我先从牌里面随便换一个，你把它放里面。好，这边很重要，你要帮我轻轻的轻一下，推进去里面。好，我把你这张牌放在这里面，你帮我拿着。对，我全部拿着。稍微动一下，你的牌就变到这边。哎、欸，为何？就一瞬间给你换过来。对，掉。小魔术。那现在就是要抉择。我是觉得要看妹妹是想要在一起还是要结婚的。如果是结婚，就是唱歌的；如果要张浩就劈腿的话，我不会劈的，不会结婚。老公、男友跟小三。对。刚刚听完他的讲评，你可能要做出一个决定，你自己喜欢哪一个人？假如你都不喜欢也没关系，然后也不用硬选。当然，假如你喜欢，也可以复选，因为男朋友不一定只有一个。你只能选一个，因为等一下会有那个亲密互动。好，选一个。好，你们先闭眼了。剩下的这两位，有一个人要跟佩玉在一起。我就死了，那再把你亲密一下吧。要亲密互动，好，可以。哇！我想每天遮掩着是你，近距离感受你的鼻息。哎，真的，哎，很厉害，很厉害耶！重点是我在他心中只是一个可笑的角色而已。开心吗？有谈恋爱的感觉吗？你要问这么高调的？我想知道。你们最后要比的这个爱情吗？你们感觉开心吗？蛮开心的，就是感觉很生气。我是觉得有点不平衡，但是很开心可以认识凯浩的妹妹。怎么说不平衡？因为张浩，我觉得那个
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有点我心里有点不太舒服。我跟你讲，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要投其所好。对，是，所以我现在正在接受这件事。你还有很多男生可以挑。对对，OK OK。李佳，我觉得我今天也很开心，虽然没被选到，但是心里还是很开心。怎么说？开心点什么？开心点就是终于可以回家了。今天很开心，就是我妹终于快要交到男朋友。那假如你不喜欢的话，就跟我讲，我再帮你找下一笔。大家记得去追踪他们的 IG， 然后也追踪我的 IG， 然后订阅我们的 YouTube， 点赞这影片，然后留言你们喜欢哪一个男模。拜拜，拜拜。我想每天遮掩着是你，近距离感受你的鼻息。